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兵临城下。昨天晚上啊，下了差不多一夜的小雨，那么我们的小庄稼呀、又迎来了丰收。现在啊，我和燕儿姐啊，来到了地里，准备采一些黄瓜拿回去。然后呢，前几天啊种的木耳菌呢，还有蘑菇菌，可能是都已经可以采摘了。那么一会儿啊，跟着兵哥的视频镜头，我们一起去啊看一看。豆角要开了，也不小哈，现在哈，好几根呢。哎呀，都不小了，黄瓜哈。你把黄瓜也弄掉了。蘑菇长势不错呀。长势喜人吗？必须喜。哎呦喂！看看自己种的鱼光蘑长得好吧？可以。哎，再买两个哈。行。哎呀。哎。哎呀，还不好掰呢。哎。你好。你好哈。哎。再来一个草莓。哎，这颗秧真不少接，看看。还有呢哈。好几个，看看。哎。哎哎，挺好啊！你把土豆花怎么都摘了呢？土豆这花底下土豆不爱长，要不是花上了，送给你了。我不要，留着。多漂亮啊！留着你吧。哎，这花还有紫色，还有白色的，嗯，花颜色还不一样。哎，辣椒长得不错呀。哎呀，长势很好哈。现在啊是上午的10点钟，那么在山庄啊忙活了一小阵儿，现在啊兵哥得赶紧回到房车工厂，因为啊今天北汽的厂家呀、要来提这个投箱，所以说兵哥啊得马上赶回去。兵哥现在顺利的到达了工厂，那么这几台呀、正在生产的拖箱也是给北汽定制生产的，那么一会儿啊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呀、要把兵哥这台拖箱啊先行拖到北汽进行展示。很多的车友朋友啊一直在问兵哥说这个拖箱啊拆装方不方便，那么现在啊我就用这个视频跟家人们分享一下哈。其实这个拖箱啊很好安，也很好拆卸，看不看着四个捆带哈，直接一卸劲啊这个捆带就可以放得下来，总共四个，把它解下来，那么它这个拖箱一会儿啊把支腿往上一放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它的支腿，一面啊各有两个，很简单哈，卡到这个卡扣上，哎，对，这就安上了。然后呢，旁边可以有摇杆，一摇的话，那么它这个拖箱啊就升了起来。升起来以后呢，前车开走就可以把它卸下来。四个摇杆哈，很简单啊，就把这个车呀、给升了起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可以用这个轮啊移动拖箱，也可以往前移动前车，让这个拖箱走出来。
嘿嘿，同乡，这就是同乡脱离皮卡的样子哈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如果说是长时间不动哈，这还有两个拉杆，这样一来啊，往这停放的时候啊，会更加的安全。我们的客户啊，北汽工作人员冒着小雨啊开车，现在啊已经走进我们的生产车间。车子姐，如果别人的嘲讽，我想追求的你根本不懂，迈着坚定的脚步，昂起自信的头颅，追梦的人永远不会孤独。有一种态度叫做我行我素，有一种追逐叫做与梦为伍。头箱放稳以后啊，安全绑带啊一定要检查仔细。OK 了。快意的人生就该我行我素，坚持做自己就会光彩夺目。不随波逐流，不纠结凡尘世俗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才幸福。慢走啊！有一种态度叫做我行我素，有一种追逐叫做与梦为伍，有一种救赎。从公司忙完回来啊，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半钟了。那么家里啊，晚饭相当丰富，包水饺都啥馅儿的？一窝馍。馍就这个馅儿的啊？一窝馍，这给你做的鸡蛋韭菜。啊，鸡蛋韭菜还行哈。跟家人们说一下哈，兵哥当了三年兵啊，我们当时的副食品生产基地主产就是蘑菇，所以说我对这个蘑菇啊。基本上是不吃现在，所以说今天晚上包水饺啊是两样馅儿，一个是蘑菇馅儿，一个是韭菜鸡蛋素馅儿。这整啥呢？把这个肥的给它炒出点油来。要炒个肉馅儿啊？对呀，包出不香吗？哎，反正蘑菇馅儿的我就不吃。不吃？不吃。我包好老香了。那我也不吃。家人们认不认识？这个呀就是鸡冠子油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连体，所以说把它们炸起来啊，炸的吃特别好。点大锅吧。点大锅是不是啊？放油。起锅烧油，大锅柴火。开锅了，老姨吧。别开了。勺子呢，姐？炒啥嘞？炒啥挨个上啊？不能来同样的人。开饭喽！来，欢乐的酒杯举起来，欢乐的酒杯举起来。山庄的口号是什么？欢乐的酒杯举起来，酒杯，欢乐的酒杯举起来，来，来了，来。